癸卯年冬春之际，我哋一行人嚟到三湘之地凭栏长沙，感受悠游商厂文化，探寻红色革命历史。呢度系清水塘22号，系毛泽东主席早期从事革命活动嘅地方，亦都系佢同夫人杨开慧居住生活嘅家。呢度系革命嘅战斗堡垒，中共商区委员会旧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喺呢度组织同领导商区革命运动，令到湖南地区成为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最活跃嘅地区之一。呢间屋系两进三开间嘅砖木结构小屋，成座院系坐南向北，一共有6间屋。堂屋正中悬挂住毛主席系1924年留低嘅青年时期照片。青年嘅毛主席英伟不凡，毛主席同杨开慧嘅卧室陈设古朴而不失温馨。呢度系毛主席两个小朋友毛岸英同毛岸青出生嘅地方。由于毛主席身份特殊，所以卧室并冇留低同杨开慧嘅合照。喺纪念馆当中有一幅叫做《清水塘畔》嘅油画，呢一幅系年轻嘅毛泽东同杨开慧相互依偎喺荷塘边，情意浓浓嘅画面。呢幅画出自于画家李自健之手。中共商区委员会旧址暨毛泽东、杨开慧故居，唔单止记录咗毛主席同商区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嘅革命故事，仲反映咗湖南光辉璀璨嘅革命历程。湖南嘅历史文化系湖南人自身创造湖南区域历史，积累湖南文明嘅过程。湖南博物院嘅每一段文字、每一件文物，都尽刻住深远悠长嘅商楚历史。接落嚟，我哋就通过几件湖南博物院嘅镇馆之宝嚟睇一睇啦。素纱单衣被誉为西汉时期纺织技术嘅巅峰之作，亦都系目前存于世界上最早保持得最完整嘅服装珍品。佢嘅制作工艺精湛，同时非常轻薄，代表咗西汉时期养蚕、苏丝织造工艺嘅最高水准，系当之无愧嘅珍品啦。除咗素纱单衣之外，湖南博物院馆藏嘅 T 型白画，亦都系西汉时期嘅文物，同属国宝级文物。T 型白画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系国内已知画面最大、保存最完整、艺术性最强嘅汉代彩绘白画，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绘画嘅历史具有重要嘅价值。湖南省博物院犹如湖南文化嘅明珠，佢以其独特嘅地位同使命，彰显出湖南省嘅深厚文化底蕴。博物院承载住保存、研究同展示湖南历史文化嘅重要使命。大家不妨嚟到呢度，一齐探寻湖南嘅历史文化奥秘啦！凤凰古城呢一座沉睡喺湘西群山环抱当中嘅秘境，宛如一座梦幻之城。石板路、古色古香嘅清代建筑，古城嘅驼岗就好似一位低吟浅唱嘅少女，将呢座古城亲切咁拥抱喺怀中。江面上泛舟而行，睇住两岸古色古香嘅风景，就好似穿越到古老嘅时光。呢座古城更加是文学家的梦中之城，其中沈从文故居就是最佳驻足的地方。白色的院墙、青色的瓦顶都显得古朴而庄重，在故居的展览室入面陈列住沈从文先生生前的照片、手稿和文物，每一件展品都充满着历史的厚重感。透过这些珍贵的文物，我哋可以一窥沈从文先生嘅文学世界，感受到佢嗰份对乡土嘅热爱同对人性嘅洞察。喺湖南嘅历史长河当中，仲有好多其他嘅文化瑰宝等住我哋去发掘。喺呢度，我哋可以沉浸喺三湘文化嘅博大精深当中，
领略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史，从宏大历史的维度去感受这片土地的人文底蕴。我们不单止领略到美丽的自然风光，更加深刻地体验到湘楚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个不单止是一次视觉的盛宴，更加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继续以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奥秘和美丽为志向，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创新者。